我现在在阿富汗的首都喀布尔。今天凌晨，阿富汗东部地区发生了5.9级地震。据阿富汗临时政府官员消息称，目前该地震已经造成了920人死亡，另有610人受伤。目前，地震已经在东部地区造成了山体滑坡，已经造成了数十座房屋的倒塌。